陈明，没想到你现在的舞步进步得倒挺快的，唱得不错呀。哎，我说他越来越得意了，客气什么呢？啊，哎，这是舞伴。哎，燕宁师。几点了还我等这么久，是都是我不好，下次不敢了。哎，大家继续跳舞啊，快去吧，去吧。来玲玲快去跳舞吧，你快请他。也想去吗？欢迎，谢谢。欢迎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长生不老。谢谢，看起来你是花了一番心血了。当然了，你的生日就好像我的生日一样，应该好好的庆祝，增进我们的感情。开心吗？开心极了，要是天天过生日就好了。啊，那我可惨了。怎么，你怕花钱？那怎么会呢？我怕白天太忙，为你花钱那算不了什么。他们应该赶快结婚。是啊，可是目前情况还不明。啊，什么情况不明啊？啊，我是说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感情还不明了。哦，爱情你要把握，你是喜欢我，应该告诉我。他们俩真是郎才女貌啊。啊，你是说何先生有人才呢，还是有钱财啊？哎，两样都有啊。哦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如果喜欢我。哎呦，哎呦啊。
来。